着呢。是跟他们永别了，我早已看见死神那冷酷的面孔。死我并不惧怕，而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，只是母亲和小孩，我有点可怜他们。父亲，难道我就要随你去了吗？人为什么这样凝恶，这样残忍？小时候我是怕雪的，哥哥他们捉小老鼠玩，我不能理解他们怎么能够下得了手，完全把这些小生命当作不知痛痒的东西来对待。快打呀，快打，别打别打，哥哥。啊，李副官，给进去吧。妈，开智，妈，开会要有个好歹，可怎么好啊？妈，您别急，您别着急，我去长沙找爸、朱先生、李先生他们商量，看看怎么办。哟，李副官，恭喜了啊！给20块现大洋，喝酒去吧。怎么？工部悬赏可是1000块大洋，我们弟兄们在他们家整整守了一个月，就这20块大洋，那我就不管了，范队长。我找何司令去。走走。何司令啊，要开会怎么样了？已经关进了小号。刚才送了牢饭，他没怎么吃。马上提审，我倒想看看这位毛夫人呢。是。
请坐。把你的名字报上来，听见没有？姓名。不知道我是谁，抓我来做什么？要你回答，这是规矩。回答本厅问话。你是罪犯，听见没有？杨开慧，你是名门闺秀，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同流合污？你父亲杨昌济先生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，一身清白，令人敬仰，你的所作所为他也一定不会赞同。来了，落驾。爸爸，开智啊！王振西，怎么都等我呢？哎，这是开会吧？开会，不认识了。不认识爸爸？叫爸爸，爸爸。都长这么高了。二伯伯。哦，开明和开秀。父亲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九年，终于回来了。省里请他到教育司做事，他谢绝了，决心以教书育人为己任。他是我幼小的心中最崇敬的楷模。不怕不怕，我都洗了三年了。洗冷水澡啊，可以强健体魄，还得锻炼意志。以后啊，开支开会都要洗啊。不要说笑了，开会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洗冷水呢？养成习惯好处大得很。哎，啊，要不要给你加点热水？哦，不要不要不要。不要热水，洗的就是冷水吧。啊，好痛快啊。不要了。不要不要，随他去吧。痛快痛快啊。哥，你敢洗凉水澡吗？你敢我就敢。快穿上衣服吧。嗯，哦，真成西洋景了，让底下人笑话。哎，你看我的脸色多好啊，再过几天他们就不笑了。嗯。这些啊，来，喝杯热茶去去寒。哎，怎么？哎，随他去，叫他洗吧。你呀，啊，霞姑，你行吗？好好的洗吧。啊，杨开慧，你和毛泽东是怎么联系的？联络点在哪里？说。不知道。嗯，哎，啊，快说！又停电了，崇德啊。嗯，你跟凯智赶快到南京去找袁培先生和张世钊。好的。还有彭国军，他现在是最高法院院长了。对，我们在长沙邀集各界人士出面，组织援救团。我到各中学去联络。对对对，杨太太，你还是在长沙住下来吧。啊，不不，我得跟凯智、崇德一块儿去南京，我得亲自去找蔡校长。这，妈，南京实在太远。太辛苦，您就别去了。是啊，对。是啊，妈，您就别去了。你们别再劝我了，我是一定要去的，哪怕死在路上。二月杨花轻拂微，春风摇荡惹人衣。他家本是无情物，一向南飞又北飞。第一次见到润之，
我14岁，那时候我们家住在月落山下。哎，润志，哎，你怎么先来了一步？我从月落山上过来的。哎，申哥，啊，开会，小东西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新同学毛润之，你好。这位是蔡和森，你好。这是杨先生的女公子杨开慧，啊，杨先生在书房吗？嗯，走吧，啊，哎，走。几乎每个礼拜天，他们都到我家。皇帝推翻了，讨论救国救民的大事。中国的政治啊，嗯，太腐败了。国力太贫弱了，需要千千万万个斗士来一次大洗涤、大改造啊！对，孙嫂，哎，扫除5000年封建文化的积弊，否则中国就永远不会强盛。对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教育。教育固然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好的教育，就没有好的政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的思想用来教化我们的国民，改造我们的国民。先生所言极是。对。快上！快上！快上！
家都肃静了。唐都督命令为拥戴袁大总统登基做皇帝，防止骚扰动乱，我决自即日起进驻学校。我们欢迎军队来，中国需要皇帝，我们应当拥护袁大总统当皇帝。呸！来，请让一下。廖先生，你昨天在课堂上讲中国应实行共和，讲中国适合帝制的话通通是鬼话，可你今天又讲中国需要有一个皇帝，请问廖先生，你讲的是人话呢还是鬼话？对啊。怒发冲冠，听难处，小小一些。拆光天，正北堂，解散，关系一切，解散了。三十功名尘一空，八月里落日头。我正在了少年头，准备前进抗日。彭院长，嗯，您和怀中是多年的老同学，又一起去日本留学，请您看在怀中的份上，一定帮帮忙。请彭院长务必帮忙。别，这是朱建凡先生给您写的信。这个忙我恐怕帮不上，也不能帮。梁夫人，你的女儿嫁给了毛泽东，这个共产党的魁首，就凭这条还不敢惩处吗？看来我们找错地方了。妈，没想到杨开慧的嘴这么紧。嗯，贺司令，是不是可以按特别法秘密处决呀？不，一定要有口供。他可不是一般的犯人，我就不信连这么个小女子也对付不了。杨开慧，你这样固执下去，我们都不好交代。1918年春天，父亲被北大聘为教授，我们举家迁往北京。父亲嫌周围几所学校风气不好，在家教我读书。哥哥和依纯姐已经结了婚。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可是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。我给他们钢琴伴奏，又不是我一个女生。谁送你回家的？是女生吗？两个男生顺路送我，那又怎么样？哼，我同学都看见了，都笑话我。哼，都什么时代了还那么封建。哎，你站住，把话讲讲清楚。你放手，我要迟到了。哥哥，你干什么呀？哥哥，回来！哎呀，你讲理不讲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嘛。爸爸。哦，爸爸。爸爸。嗯，依纯怎么没上学呀？我。哦，依纯姐有点不舒服。发烧了吗？要不要去看医生啊？不用了。先生，嗯，这花放哪儿啊？多好看呢！这是张世钊先生送的。哎，依纯啊，嗯，
你最喜欢花了，挑一盆。哎，这盆怎么样？啊，好看，谢谢爸爸。哎，那这一盆就送给霞姑了啊。谢谢爸爸。开车，快把花拿进去。谢谢爸爸啊。一春姐，走。好看吗？嗯，蔡师母上回送我的见面礼，你戴吧，我不合适戴。一春姐，你真美。你丑吗？我不懂，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跟老太婆一样的？穿这身衣服是锻炼意志啊？是当尼姑。哥哥呀，是太爱你了。我又不是他的私有财产，他呀，适合娶一个旧式女子，整天啊在家伺候他。一春姐，嗯，是不是男人都是这样？嗯，男女平等，人人会讲。其实男人总是要女人做他的附属品。那我宁可一辈子不结婚。哼，不结婚？真的。我早就抱定独身主义了。太太，报纸和信来了。哦，这是霞姑的，你给她送去吧。哎，又是润之来的信。哦，来，把药喝了。毛润之家里是有个妻子吧？那是包办的，他们没有同过房，根本就不算是什么结婚。他比霞姑大七八岁吧？啊，大太多了，他们两个不合适。一春姐，嗯，润之哥他们要来北京了，我看看。嗯，哼，还独身主义呢，看把你乐的。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啦。润之哥人高，在床前加一个凳子吧。哎，子生哥就不用了。好，孙嫂，嗯，看你一头汗，你去歇着吧。好。哎，你说我一头汗，你不也是一头汗吗？哎，来了。是你啊，安先生。开会同学，你好。您的客人，您请进吧。啊，这是家母送给令堂的启士林的糕点，请您收下。您太客气了。妈妈，安先生来了，您请。啊，谢谢。开会同学，上次我写的那几首现代诗，你看了吧？写的不好，请您多多指教。现代诗我不懂，放在爸爸那里了。妈妈。哦，师母。安先生，你来了。师母您好。请进吧。哎，谢谢。啊，请。八号豆腐吃九号。哎，是这儿。是这儿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润之哥。开会。子生哥，可找到你了。进来。哎，你的文章很有才气，见地也颇为深入，文笔嘛也很流畅。多谢先生栽培。哎，坐北京可真大，哎，我们一边走一边看，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呢。先生来了。啊，孙生。哎，孙生。哎，爸爸妈妈，润之哥他们来了。润之。师母，你们来了。师母。
您好，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北大的学生安和清，这位是、我叫毛泽东。你好。哲学系的报告你听了吗？昨天讲的特别好，特别深刻。先生，您可以上。我感觉咱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。这个报告我们要听吗？要信息。听说今天还有中文系的报告，咱们不是先听。哎，开会同学。你好，你是来找杨先生的吧？是。哎，刚才在阅报室，我看到您府上那位客人叫毛泽东，他怎么在那扫地呀？他家境贫寒，正准备去法国留学。怎么？你看不起扫地的人？哦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同情他，他不需要别人同情。哎，任之哥，开会，你来了。妈妈做了几个菜，叫你去吃饭呢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说好了要回去的。再说。向景玉也要来啊，那我也去。好啊，这是我给你们带的豆豉炒辣椒。豆豉炒辣椒啊，那太好了。九刚发的薪水八块大洋了，可以享受一下。好嘞。我还真有点饿了。那你就吃嘛。找您钱。哎，还有。这小老虎做的真生动啊，我特别喜欢。这豆豉辣椒真香啊，妈妈亲自为你炒的。还真香啊，你尝尝。是好吃。啊，您走好，好吃吧。走。刚才的烧饼还真好吃啊。不叫烧饼，北京人叫火烧。啊，火烧。爸爸说我太小了，不让我跟你们去法国。其实我跟你们一起去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去跟我爸爸说说嘛。我已经决定不去法国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准备了几个月了。我也想去，可是国内的事儿总是要有人去办的。我觉得我对国内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，盲目地跑出去不见得有多大的好处啊。你总是想得跟别人不一样。过两年我想办次大留学，去苏俄。那我也去。嗯。今天李大钊先生借我几本新青年，真是好文章啊。明天他要介绍我去见陈独秀先生。是吗？请他谈谈马克思主义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。听着啊，法文有 blue， 哎，别用功了啊！得了，我不学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啊，来，吃饭了。我做了一米粥，拿来。特别好，哎，还挺香的。你们没吃过吧？让你们打打牙祭。好，尝尝，你坐来尝尝，尝一尝。好的啊，好嘞，好吃极了。嗯，怎么样？来，先生喝。这怎么吃啊？全都是疙瘩呀！这就是玉米粥啊！来，什么呀？还是生的，你看太难吃了。过来，你尝尝。这不挺好吃的吗？这怎么不能吃了？你可真强词夺理！不要急，这里有火烧。喝好，火烧。哦，再给你再花。哎呀，行啊，香的太好吃了，皇天赐福啊！还有
这。哎，什么？快看看，快打开。都吃炒辣椒。哎呀！哎哎哎！辣椒！哎呀！还有这。啊！我天哪！还有这。哎，景玉姐。景玉姐。哎，景玉姐，欢迎欢迎欢迎！人类解放！来来来，给我一根。给我一根，给接上。哎，你别急嘛。再多好吃的。哎呀！接上开。我给辣椒。人类解放了，真香啊！何主席，我朱建凡受长沙各界人士代表委托，向省政府请愿，要求释放杨开慧女士。这是我们的请愿书，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请愿书，我们也请愿，这也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。共产党闹得这么凶，你们居然还替他们说话？今年七月，红军攻打长沙，占了整整十天。烧了省政府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杨开慧和毛泽东里应外合，可谓罪大恶极。你们还求什么情啊？那是杨开慧干的吗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宪法规定不许株连无辜。王元英才八岁，他犯了什么法？他也能来打长沙吗？是啊，对啊，是啊，没有证据，怎么能随便抓人呢？对呀，没证据怎么能随便抓人呢？就是嘛，不能随便抓人。请问女佣人陈玉英也是共产党员吗？不要说了，好了，就是安静了。我当然会有证据的。开慧，任之哥，开慧，杨先生怎么样了？他，你不要着急，要安心养病。杨先生，师母，李先生，真对不住啊，因为事情太多，今天才来看先生啊。哎，润之啊，哎，你们曲张请愿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我住在医院里，实在是憋得难受，什么都不知道啊。昨天我们在国务院啊，整整等了四个小时，总算出来个秘书。但我们不干，非见徐大总统不可。现在在长沙，中小学已经一致罢课，张锦瑶一日不出乡。学生就一日不返校，好啊！你们湖南人很了不起啊。这个谭嗣同、黄兴，还有蔡锷、宋教仁，都是你们湖南人吧？还有陈天华。对。现在，他们的精神在年轻人身上复活了。不怕官，不怕死，大概是辣椒吃多了吧。爸爸，安静，先生们，绝对安静。我看他精神还很好。他肺上的肿块已经漫及全身了。哦。我接了周先生的表。你忙，那你就先走吧。还需要静养。病人要绝对的安静。哦，那我就先告辞了吧。受伤啊，来坐坐。哎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毛
高任之、蔡和森，是我校最优秀的毕业生了。嗯嗯，我有意举荐他们。日前，我已经给张世钊先生去了信，告知君不言救国则已，救国必先重此二人呐、啊。怀中兄，此言正合我意，我一定会倚重他们的。好。你要弹琴，啊，来。真希啊，嗯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峡谷的19岁生日是在这儿过的。等我好了以后啊，咱们一起去秦石林吃一顿，嗯，给他补上。谢谢爸爸。润之呢？他今天没来。他还在请愿呢。哦，他非常人呐、啊，非凡的人，一生都与坎坷相伴。夏谷，爸爸不忍心。让你跟他去受苦，峡谷，爸爸的意思是，怀中，峡谷还小呢，让他过两年再说吧。啊，爸爸，爸爸，怀中，爸爸，怀中，爸爸，怀中。峡谷，峡谷，润之哥，哎呀，你在这儿呢，师母都不放心了。大衣也没有穿，快回去吧。啊，你这么忙还来找我？哎呀，手这么凉啊。啊，我给你搓搓。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你的手。我的手暖和吧？啊？嗯。你的手真大。真神奇啊，人间的浊气升到天上会变得这么干净，这么壮美。那是自然的魔力，父亲他去世了，我想这对他也是一种解脱，以后这个家就由我和哥哥来支撑。我们全家回到湖南以后，我进了长沙复乡女校。
那天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。北京的女学生和长沙的一些女学生早就把头发剪了，我们为什么要梳着八八头？可不是嘛，像个老太婆似的，难看死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，小闺嘛。我早就想剪了，你们谁来帮我？我来帮你剪。谁要剪头发？是我。又是你。你带煽动性的杂志到学校来，你写过激的文章上报刊，还嫌不够吗？头发是自己的，想剪就剪，这校规也该改一下了。同学们，袁顺英同学自杀了。什么？是她的丈夫虐待致死的。中南女校的同学已经上街抗议去了。我们也去参加。对对，我们也去。不许去。中南女校的事他们自己会解决，我们福香女校是教会学校，不许参与。开会。杨开会，你要是去就让校长开除你。一纯姐，走走走。嗯，我们也去。同学们，袁顺英同学是我的学生，他很用功，也很可爱。他才16岁，是他自己不想活吗？不，是他的丈夫虐待他，当众羞辱他，不让他活下去。这是万恶的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。打倒万恶的封建婚姻制度！打倒万恶的封建婚姻制度！争取男女平等！争取男女平等！我们呼吁校方严惩逼害他的恶势力，并且要求为袁同学举行隆重的追悼纪念。袁女士精神不死，袁女士精神不死。下面由杨慧慧同学讲话。哎呀，该你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小心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在今天的社会上，女子要是想有自己的地位真是太难了。袁女士本想读了书上了学就可以自己独立做人了，可是她的丈夫不给她这个自由。有人说袁女士太软弱，可我认为袁女士很勇敢，她用自己的生命向社会发出了真正的抗议，真正的做到了不自由勿宁死。不自由勿宁死。不自由勿宁死。你讲得真好，开会可以当了。你摸我的心，跳得好快呀。陶艺，嗯，蔡和尚这封信要认真一读，我们学民学会要好好讨论一下。他在法国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，真是茅塞顿开啊。他们两个结婚了。谁结婚了？向景瑜、蔡和森啊。我看看，给，真好看。他们不叫结婚，叫同盟，向蔡同盟。同盟？同盟？我对此非常赞成。中国现实的婚姻制度是法律保护下的强奸，在这个制度下的男女只不过是一个强奸团而已。我是早已宣言不加入这个团体的，现在正好奉向蔡二位为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，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，没有婚约的拒绝婚约。要是没有人赞成，我就组成一个人的同盟。我赞成。怎么，你们都赞成？嗯嗯，好极了。何胡子啊，现在有三个人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已经爱了他了。瑞芝，他是那样的卓越超群，不同凡响，
好像他身上有一种魔力，无法抗拒。我简直一天也不能不见他。那他呢？他也爱我，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的，不会错的。他的一举一动是那么吸引人啊！你还小，还不懂得这种感情，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妈，我把润之骂了一顿。怎么了？这算怎么回事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书信来往，卿卿我我的，你真多事。他有什么错？这怎么能怪他呢？不怪他，怪谁呀？他们的感情是纯洁无瑕的。天底下纯洁的男人不止他一个。再说，你父亲也是留下过话的，安和庆到现在还在给你写信，真是一片赤诚。妈，我已经打定主意一辈子独身了。哟，毛先生来了。哎，霞姑在家吗？在，您请进吧。哎，润之来了。妈，我不要见他。你为什么不要见他？纯洁，当面说开的好啊。妈，你去告诉他，就说我睡了。哎呀，霞姑，哎呀，一纯洁，你不要添乱了。毛先生，请。啊，哎，润之来了。哎，师母，请坐吧。傻子，爱是要争的。哎呀，不吗？师母，霞姑在。我就是这个脾气。他有点不大舒服，要睡了。哦。哎，要不我去把他叫起来。不用了，师母，我明天再来。他不要紧吧？不要紧的。你有事吗？这封信请师母转交给他。哎，行。本来想亲手交给他的。他送来一封信准是给你的。那我走了。那你走。哎，孙嫂啊。哎，送客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呀，哎，霞姑。开会，开会，开门呐。霞，知你为我而烦恼，深感不安。其实我为你而生的烦恼纷乱远胜于你。深夜独坐，心潮翻涌，相见之时又且有奇耻，几乎濒于绝望。幸而有些误会，方敢向你表示我真诚的爱。我服从了自己的选择，到他那里去了。我们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，追求那神圣的、不可思议的、最高级、最美丽的爱。毛先生，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是啊，对，好好好，给我们讲个故事吧。一定给你们讲，一定给你们讲。啊，好。哎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啊，先回去吧。明天一定讲。啊。哎，给我们讲。
我是一个佣人，我什么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。还不老实，再打！疼死了，疼吗？不疼。让他们打死我算了，放你们回去，让你跟着我们受苦了，没有工钱，还要挨打。尊嫂，我对不住你。我死了没什么。你上有老，下有小。尊嫂，他们还等着你呢。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，我只知道你们是好人。来，喝点黄豆芝麻茶。淑和，组织共产党我是不赞成的。子生啊，在法国蔡和森一提出这个意见我就反对。我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，温和的革命，虽然它缓慢一些。不是缓慢，是永世做不到。办教育，一是要有人，二是要有钱，三是要有机关，这三样无产者都没有。没有政权，教育权根本谈不上。夺取政权就是暴力流血，要死人的。不死人就谈不上解放人，我们要奉俄国为榜样嘛。俄国人是不得已才暴力革命的，并不是他们喜欢流血吗？润之，树恒，总而言之，我是不赞成成立共产党的。那就达不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了。是啊，我只能做我赞成的事情。唉，润之，告辞了。子生，子生，子生，饭都烧好了。他的主张全是空想。哼，我以为他的话也有一定道理。改造中国，为什么一定要搞秘密团体呢？逃逸。你这是干什么嘛？好不容易从法国回来聚一聚。太会，没想到你这样温柔文静的女子也赞成他们的主张。杨先生如果在世的话定会反对的。那不见得，我想父亲的思想也会改变的。那好，再见。哎，子生，子生，陶艺，陶艺姐，陶艺姐，润之，难道我们新民协会就这样散了吗？润之，革命就是这样残酷吗？这不算残酷，残酷的还在后面呢。小心点！军队来了，军队！我们黄包车工人实在是太可怜了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不给我们涨工钱，我们就不服。龙巡仔，快派辆车，我们要吃孩子们。对，什么徐司马武，你跟他去。好，要不然怎么吃饭？不不不，到乡下一面，我快点。对，咱们一块儿。我简直无语。我们劳动工人硬是把每天的阳寿和精力换几个钱去养家糊口，县里定的工价我们绝不能同意，别的权利我们想不着，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，我们誓死也不接受任何方面的剥夺。
我们罢工的口号是没有三角四分一天的公假，我们全体工人绝不上课。任军，停车停车，别叫他，行行，叫他是来不了了，走吧，就是，咱们三天联合一些人，愿意走到长沙拉房子不是咱们干的。我认为这个诊断是对的，应该的。什么？难产？太尉不正，还是赶快把毛润之请来吧。我去，哎，回来啊，哎，你别去。这需要丈夫签字，万一出了问题，谁负责任呢？就是。霞姑啊，还是把润之叫来吧，人命关天呐。他不负责任，谁负责任呢？是啊。哎呀，霞妹，哎呀，快去请吧。霞姑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听他来了还不得我生，还不得李大夫接生？李大夫，你的技术高明，我一切听从你的安排。团结起来！团结起来！赢掉三角四分！赢掉三角四分！打不进师傅罢休！打不进师傅罢休！既然涨价不涨价都要听从官厅，赢掉三角四分，那抬高米价的奸商是不是都受了官厅的怂恿呢？先生是什么人呢？工人代表。嗯公民营业自由是省宪法明文规定的，周县长凭什么限制工人游行呢？你叫什么？姚文英。你不姓毛？你爸爸毛泽东在哪里？不晓得。他前两个月回家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。还给你买了糖吃，对吧？没有。你撒谎！我没撒谎。我叫你撒谎！我没撒谎！说！我没撒谎！撒谎你！说！我没撒谎！说！缺你的！你说不说？说！哎，起来！去！撒谎！说！你撒谎了！我没有！哎呦！我给你揉揉啊！来，阿姨，来喝点水啊！别哭啊！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快了，快了！不能好死哦！阿姨，这里的事你都能记得吗？记得，老子也不会忘。阿姨，好好记住，将来要告诉你爸爸，听见了吗？湘菜同盟的事儿，在我们长沙都已经成为佳话了。来，是吗？让你抱抱。真的，又尿了。这么胖，来，你们说。开会啊！等孩子长大了，你到我们妇女部来工作吧。哎，你别乱拉人啊！润之这里可少不了他，他呀，白天做机关搞联络，还要去文化书社，晚上还要给我抄稿子，他呀，不能去。不行不行。你也太虐待他了，我代表妇女部向你抗议。哟，润之啊，比我还忙呢，
每天开夜车开的天亮。你看你看，你还帮着压迫者说话。开会可不像你啊，他多贤惠啊。那是润之的魅力，你呀，照润之比差远了。哟，哎，开秀，来，你跟我来看看，快走。开明开秀啊，你们俩搞什么鬼名堂呢？来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来看看。开明，这是什么宝贝呀？还上着锁？别动。开明，过来。这是省委机关，里面装的是机关的重要文件，比生命还要宝贵，能随便动吗？你现在已经加入了 CY， 这是你应该懂的。懂了，霞姐，别告诉润之哥，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？好了好了，这下好了。妈妈出去做事也放心了啊！哦，不哭不哭，擦一擦，哦擦一把，哦，好好好，妈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哎，怎么把头剃了？哦哦哦哦哦，不哭不哭，爸爸亲，过来，哎哎，听话啊！哦，润之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嗯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哎。不过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你不去，我一个人走。怎么，不是说好了我跟你一起走吗？中央让我先去上海，后到广州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不方便，没人照顾你。哎呀，我不用人照顾，我只是想多做点事，也好照顾你。嗯，不用了。我把你啊，好友一比啊，啊，送你元稹的这首诗《兔丝》。人生莫忆忆已事不成，君看兔丝慢，忆已真与惊。下有孤突穴，奔走意纵横，乔童砍将去，柔慢鱼之病。哦，我是兔丝，我只能依傍你是吗？我不是样样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吗？到头来我倒成了兔丝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吗？你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是树，我是藤，我成了你的累赘了。我只是希望你多一点独立的精神嘛。我何尝不想有独立精神？那好，我出去做事，像景瑜大姐一样。像景瑜你可比不上。比不上像景瑜，比李依纯总可以吧？我去小学教书，那总可以吧？逞什么强啊！要去你去好了。去就去。哎，你上哪儿啊？回来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深更半夜的，也不怕吓着孩子，真是的。走吧，到屋去。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他是你丈夫。来，先喝了。给我。男女平等，只不过就是嘴上说说而已。不能什么都讲平等。哦。你看你，手里抱着一个，肚里还怀着一个，怎么能出门呢？我还不是为了他，有他那样做事的吗？非得累死不可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来，天不早了，快回自己房去吧。我不去。
开会。好了好了，别生气了啊。开会。都怪这个元稹写什么歪诗啊，得罪了我娘子，我啊把它撕了。哎，哎呀，你别撕啊。哎，你给我，哎，你给我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看你啊，哎呀，这下你出气了吧？开会。1924年，我和母亲带着孩子去上海找他。一春姐和哥哥离了婚，和我们一路同行。啊，开会。润之，妈，你看，这是安琪，你们来了。润之，你好吗？你是真了不起啊！你是不达目的，誓不罢休啊！妈，走吧，啊，走吧，走吧，妈。对外你们就叫王太太，和森是王先生，是做进出口报关生意的。你们都是我的亲戚。开会，你来了可太好了。润之身兼数职，又是中央执委，又是组织部秘书，忙死了。他真需要你啊。开会，你来了可要好好照顾他呀。哎，妈妈，来，舅妈领着。一纯啊，你就在我们妇女部工作吧。好啊，今后啊，不准随便看戏看电影，不准逛商店，慢点，不准照相，不准随便留宿客人。来，我们洗澡啊，阿英。哎，开会，你们润之啊，真有福气，你给他生了这么两个好儿子。可不是吗？他眼睛和嘴像你，鼻子啊像他爸爸。来，我看看。你那蔡伯比他还小两个月吧？是啊，生下来就扔给婆婆了，没法子。来，慢点啊。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遇到这种事儿，哦，哎，这边有10000多女工罢工，我不在怎么行呢？蔡妮3岁，刚刚才懂点事儿。哎，是啊，哭着不让我走。我真佩服你，真够残忍的。我们家杨展倒是不哭，就是抓着我手啊不放手。他倒不哭。哎呀，来，你倒是哭成个泪人了。这就是我们做女人的。来，我们穿衣服，舅妈给擦擦啊。
来，多乖的小伙儿啊！来，阿姨，舅妈给穿衣服。哎，我们女人呢，要想在社会上做点事，可真难。啊，把胳膊伸出来，来，把这件穿上。好孩子，好，我来抱抱。哦，可是我们不牺牲，谁牺牲？四厂那些女工，连生育权利都没有，怀了孕，硬是用带子把孩子勒死在肚子里。怕被外国老板发现开除，真惨。送给你样东西，慰劳一下。哎呀，太漂亮了！你买这么贵重的东西干什么？做着布，补发了上两月的薪水。真想一起去照张相啊！结婚这么多年了，还没有一起照过相呢。你带着小孩去照一张，大概可以通融。去跟向景瑜商量一下。是吗？夏妹，这个、笑啊，笑啊！往这边一点啊！注意了，看我这个地方啊！注意啊，笑一下，妈妈这儿稍微笑一下。啊对啊，哎，阿姨，小弟弟，过来。哦，你想要这个？吹一吹。阿姨，啊、很好听。啊，阿姨，喂，阿姨，照完相啊，舅妈给你买一个好吗？啊，我在中国很少看到这么听话的小孩。哎，哦，好，来这儿来，站好，阿姨站这儿啊。好，孩子，站妈妈跟前啊。OK, that's right。看那个叔叔，哎，站好，站好，好。我要喇叭。哎，妈妈给你买啊。小弟弟，看那叔叔。哎呀，开会，你的鞋子太旧了，穿我这双吧。看我这里，看我这里，把它换上。来，我来抱孩子。哦，哎呦，啊、哦，宝贝儿，哦，很好，很好，往这边一点点，啊，注意了，注意。他妈妈，小弟弟，笑一下，笑一笑，笑一笑，啊，很好，很好。夏妹，好，笑啊，笑啊。注意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这里，笑一笑，哎，啊，很好，扎帅。OK。你好，李小姐。你好。上海这边我们还在托人，安先生去长沙，如果见到杨老夫人，就把这些钱交给她。好的。请她多保重，拜托了。您请。杨太太，开会的事我尽量到上面给疏通疏通。是的，谢谢。哦，啊，蔡先生，蔡先生。哦，杨夫人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坐，坐，坐。蔡先生，我们家真是不幸啊。知道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你可千万别着急啊！上次为了救开明，就让蔡先生、张先生费了不少心。这是应该的。听说你们白白的送了1000块大洋，叔叔把家底都卖了，可也没有救出来。现在轮到我们家了。我想以你我的名义做保，立即给何健发个电报。你看。好，我去办。嗯，那太好了。哎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耗子咬我脚了。哎呦，咬不怕啊！别怕，别怕啊！哎，我给你穿上袜子。天！
哎呀，老了吧？来，我们跑步。嗯。来，来，一好，一二，一二，一二，扶手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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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1925年，我来到了渴望已久的韶山。以前有一个佃户，他不识字。哎，坐下。他没给东家做一天工，就用泥捏一个坨坨，哎，好，放在缸里呀、啊、计数。就这样，他一天又一天的做，直到了年底呢。哎，你的我不行。他打开缸一看，里面变成一堆烂泥巴了，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哪位知道？水缸里进水了。对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这位先生说的对，里面进水了。原来东家就在他做田的时候倒进去了一桶水，如果他要是识字的话，就不会吃这个亏了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啊，是。那好，我们现在就进来学写字，学算账，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吃苦受罪，怎么样才能够不吃苦不受罪？你们大家说。好不好？好。1926年，润之到了广州，真是太好了。冬天，我也去了那里。兼宣传部长，根本顾不上部里的事儿。嚯，这个代理部长什么都得管呢。哎，开会。来见见沈延斌先生。大才子啊。沈先生。杨女士，久仰久仰。请。请。啊，周恩来的文章送来了没有？他来电话说今天派人送来。哦，沈先生请。啊，好，请。夫人也在部里工作？不，他做我私人秘书，没有薪水拿。哎，润之，开会，你们认得他吗？他就是周恩来的新娘子邓颖超。毛先生，恩来派我送稿子来了。真是贵客，快请。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啊。哦，盛先生，这块地盘就让给女同胞吧。对对对，我们割让了。我们到里边去。好，请。哎，我很早就读过你和周恩来先生在响岛上发表的诗，是纪念黄爱先生的，充满了激情。有几句我还记得，那鲜红的热血，一点点，一滴滴，涂染在我们前进的路上，斑斑血迹，留得我们的朋友，了当一盏实践的灯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嗨，王金石，说你呢？你们让开点！真威风，他有军权啊！蒋介石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快点，快点！等一下，你这是大官吧？还大官，这让过去干什么呀？陈洁如，他的第三个太太，才17岁。他们去哪儿？去俄国顾问包洛廷那儿。中山舰事件就是他搞的鬼，恩来说他阴一套阳一套。孙中山先生怎么会如此信任他？孙夫人对他可不客气，当面骂他。我很佩服孙夫人，一个文弱女子，为了保护孙先生，小孩子都流产了。小孩子是真可爱，可工作起来也真拖累。你真不容易，两下都顾到了。我们女人什么时候生小孩，成为社会公认的、崇高的事，而不是累赘就好了。生小孩也照样拿薪水，将来总会有这一天的吧？到那个时候啊，我们都成老太婆了。咩咩咩咩！打倒军阀！打倒军阀！随着北伐军的胜利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，
我们全家也离开了广州，来到这革命的中心。妈妈，快看到外婆的船脚布呢，到外面去玩啊，妈妈忙着呢。外婆的船脚布也扯下来吗？净胡说，来，让外婆带你们去玩啊。嗯。开会。子生，你来了。这都是你的孩子吗？啊，快叫叔叔。哎呀，都长这么大了。来来来，叔叔给见面礼啊。哎呀，子生，你怎么还兴这个？哎呀，要给的，要给的。叔叔给的见面礼。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不谢不谢。我来。子生，你可真是稀客呀。允志在吗？哎，快请，他下乡去了。啊。开会。嗯，来，子生。润之现在是农民之王了。不过，农民运动搞得也太过分了一些，很多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啊。是吗？嗯。都是什么人呢？各党派都有，北伐军也有。一味的阶级斗争会乱套的。开会，你应该劝劝他。不要一意孤行。嗯，这我可没法劝他。你现在是矿业部长，当了大官了，说的都是他们的话。啊，我是很客观的嘛。说句不合适的话，你们杨家也是靠租子生活的，当真分了田，你们的生活来源都要发生问题吗？子生。我们要是为了家庭，为了私人财产，还革命干什么？你真变了。瞿秋白的这篇序文写得真好。他对这本书很肯定。你那些日子夜车没有白开啊，可惜没有稿费，要不然咱们俩就一人一半。润之，润之。哦，孙先生，向先生。润之，润之。怎么了？王精卫和蒋介石合流了。司令，蔡元培和张志钊他们又发电报来了，两个老头要亲自为杨开会做保。倚老卖老，亲共分子早该让位了，他们等着答复呢。组织决定，润之去领导秋收暴动，我留在板仓就地工作。尽管过去我们时常分离，但这次我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热了吧？你先去歇着吧，待会儿给你剪头发。爸爸，嗯，我要撒尿。哎，啊，过来，尿吧。爸爸，芭蕉扇后来拿到没有？嗯。什么芭蕉扇？就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啊。哈，爸爸给讲啊。嗯。后来啊，孙悟空变成了一个小虫子，呜，飞到了茶杯里。铁扇公主一喝水，就把它喝到肚子里去了。那孙悟空在肚子里啊，连踢带打。铁扇公主啊，疼得大叫，就只好把芭蕉扇乖乖地交给了孙悟空。那后来呢？哎，你又给我做两双新鞋啊？那是孙嫂给你赶出来的。好啊，鞋子很重要。民国九年，我坐火车从北京到上海去，盘腿
坐在位置上睡觉，那鞋子让人给偷了。后来呢？我只好光着脚下车，好惨呐、幸而天无绝人之路，迎面碰到了易老师，他借给我10块钱，我又买双新鞋。后来啊，我只要一上火车，就把鞋脱了，枕在头底下睡觉。那不臭吗？臭要比打赤脚好受啊。润之，你这回走可不同往常，要打仗的是吗？是啊，秋收暴动胜利了，我就来接你们，我们一起回长沙。润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干娘是石头娘娘，她会保佑我的，对不对？润之，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，我们仍然在一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在做事。我要尽我的心，尽我的力，做到一个尽。小姐，怎么样了？快说说。小姐，快坐吧。我给你们带来了秋收暴动的计划，与文件，还有口号。好，我们要配合工作。小姐给。万万没有想。秋收暴动失败了，使我们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。杀，杀，杀！耳边只听到这样的声音。爸爸，新来的打工宝，民国是吧？来买报。看报了，看报了。孙子，罗老板有信吗？有一封。哦，来，太好了。走了。哦，走好。哎，霞，我来此经商，开始生意不佳，亏了本。如今见有好转，兴旺起来了。仅此告慰，润之。霞姑啊，来信了是吗？妈，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总算有消息了。宁港在哪儿？在这儿呢，井冈山边上。妈，哎，在哪儿啊？您看，在这里。
他到他那里去，我要去宁港找他。这他没有我照顾不行。也好，你去，把孩子留下，你去吧。妈。妈妈，你到哪儿去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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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走。安妮，安青，开会，同学。哦不，杨先生，我是安和清啊。安先生，是我。我现在是上海申报的记者。我这次是来专程采访你的。很多人发来电报信件要求释放你，你出去是很有希望的。昨天我采访了何省长，他说放人可以，不过总要有个交代。什么意思？哦，要你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，给他们一个台阶下。这是做不到的。开会，同学，何进是蒋介石的一把刀，你现在落在他们手里，如果这样硬顶下去，那后果不就是个死吗？我死不足惜，但愿润之的事业能够早日成功。开会，开会，开会，同学，开会！你还年轻啊！安先生，你结婚了吗？家眷也在上海。有个女儿。3岁了。那好，谢谢你来看我。舅舅，很轻啊。二伯妈，孙嫂，谁呀？我是开明啊。开明啊，你回来了，我们刚才还念叨你呢。开明，霞姐，你从哪儿来？上海吗？咱们进去谈吧。我从长沙来，新生为组成了。我是秘书，润之哥在井冈山最近有报告送到省委，他犯了严重的错误啊，是军事投机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。省委派我和杜修京同志到那里去，要撤销他的候补委员。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？一定是搞错了吧。是第三国际的同志和中央共同决定的，怎么会错呢？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要到宁港去。不行，省委没有这样的决定。那我自己去。霞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温情呢？
要服从组织安排吗？那我写封信，你给他带去。信不能带，路上不安全。那带双鞋子总可以吧？还有这罐豆豉辣椒，一直想托人给他带去。告诉你润之哥，让他好生保重身体。我这一切都好，让他不必挂念。啊、哦，哎，吃面，今天什么日子？润之的生日。他怎么样？有消息吗？来来来，吃面喽！吃面了！来，今天还有红烧肉呢。吃面了！阿姨、阿青，你们坐好。哎，我给你们加肉啊。一纯姐有信来吗？她现在和蔡和森在一起，很幸福。啊。妈，嗯，这是50块钱，你们留着用吧。啊，我用不着这么多钱。哎。前几天泽民寄钱来了，他倒是挺惦记我们。您就留着用吧。润之也真是，老婆不管了，连孩子也不挂念了吗？信也不来一封。妈妈，哎，我还要，我也一定要。他不来信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他现在在打仗。生死还难保呢。哎，不是，死！打倒蒋介石，打倒何进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！哎呀，让你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杨开慧，现在保你的人很多呀，我也愿意给他们一个面子。生死攸关呢，你得要做最后决定了。我看这样吧，你过去跟共产党干的事儿，我何某可以一笔勾销。现在你只要发表一个声明，宣布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，我们立刻就放了你。怎么样？
安英，嗯，你看妈妈穿着新衣服，好看吗？好看，真好看。孙嫂，嗯，你们出去后，给她剪剪头发，太长了。嗯，哎，妈妈快看呐，老鼠！走开！哎，我来打，我来打。哎、孙嫂啊，孙嫂啊，让她去吧。安英，嗯，爸爸写的那首《沁园春》，你还能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来，再给妈妈背一遍。嗯。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，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漫江碧透，百舸争流。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唱辽阔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？峡谷，这，妈妈。演开会，走。峡谷，妈妈。妈妈，你别走！阿姨，妈呀！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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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哭，不要哭，阿姨，你是哥哥，回去以后要照顾弟弟。啊！哎，妈妈，妈妈，孙嫂，这个交给你，等孩子长大了，交给他们。我死了以后，你们不要做俗人之举。不行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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